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妈妈，中野先生待会儿要来我们家做客。哎呀，欢迎他，好久不来了。嘿嘿嘿，我们准备下一会儿围棋，那个家里有没有茶和点心之类的？好的，我会准备一些。哦，对了，铜锣烧之类的容易准备吗？嘿嘿，不好意思啊。买东西，我不想去。突发的事，对不起了。这么突然的提出要求。我也有事要忙的，不方便嘛。可是你根本没什么事情在做嘛。中野先生马上要来家里了。对不起了，你还是问问别人吧。你当你自己是当唱 Boogie Woogie 乐队的？对不起了，你还是问问别人吧。铲铲铲铲铲，你是那女孩的什么人？当头阿姆腰子后兵还有后须花。那你就吃不到铜锣烧了。铜锣烧？嗯，本来也想给小丸子一份的，看来这下是没办法了。有什么事吗？有铜锣烧吃了，真希望中野爷爷以后每天都来我家。嗯，是中野爷爷。欢迎您的光临。那个，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呢？还没有决定买些什么。看起来店员也很忙，我可不能让人家不高兴啊。我这是非常抱歉啊。再不快点决定买些什么东西的话，怎么办呢？中野爷爷，不用那么害怕我的吧？啊，你是樱老先生的？啊，不好意思，中野爷爷也来买东西啊。那个，怎么办？正打算给樱老先生家带点什么礼物，竟然在买的时候被看到了，太不好意思了。要不去其他地方买吧？但是。这位店员小姐很亲切地招呼过我了，什么都不买就走出去的话也不好。中野爷爷，你怎么了？你也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买铜锣烧的。铜锣烧？因为中野爷爷等一下要到我们家来，不是吗？是。所以我就被突然地叫出来买东西了。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妈妈说也有我的一份，好运呢。樱老先生已经打算用铜锣烧来招待我了，要是我再带甜食去他们家的话，不就太不聪明了吗？这可怎么办呢？真不好意思，中野爷爷。没事。我回来啦。你回来啦？中野先生，在点心店碰到中野爷爷了。啊，原来是这样啊！来，请进吧。中野爷爷，快来吧。对了，礼物对吧？是的。那个，请
请收下。让您破费了。是铜锣烧哦。哎，小丸子，你真是的。嘘，别那么大声，多不像样啊。不像样的应该是你吧？怎么了嘛？他送的礼物碰巧就是铜锣烧嘛。我可并不觉得只是碰巧。因为中野爷爷在甜点店里不知道要买什么，既然如此，我就顺便把买铜锣烧的机会让给他了嘛。真是受不了你。啊，真是受不了啊！你这个笨蛋！中野先生，请吧，请吧，请这边坐。啊，好的。太打扰您了。嗯，啊，烧焦的痕迹，难道是不久前？好久没抽了，难得来一根尝尝。糟了！不行不行，这太不像样子了。哦，哎，真对不起啊。啊，不不不，是我不好。哎，还好没被发现。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真是抱歉啊，中野先生。啊，那个孩子真是的，竟然让中野先生给我们家买铜锣烧。啊，不不，没那么回事，我才不好意思。啊，你这是怎么了，爷爷？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好吧，那慢慢玩吧。好的。现在机会来了。那个脚怎么会抽筋了？那可太糟了。啊，那个你没事吧？没事，马上就会好的。看上去非常妙啊！这个姿势已经保持不下去了，没别的办法了吗？哦，有了！中野先生，麻烦你把围棋盘拿过来。哦，好的。放在这里可以吗？麻烦稍微再靠近我一点。好的。这样就看不到了吧？我这脑瓜还挺好使的。嘿，那么我们就开始下棋吧。好。怎么？棋盘明明在我旁边的，我却横过来坐。哎呀，真是太丢脸了。不好意思。爷爷。哦，丸子啊，到这儿来了。嗯。丸子是不是也想吃铜锣烧啊？请。谢谢。那可不行啊。怎么了，爷爷？没什么，没什么呀。给你。啊，好好吃。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你看，黑色的。黑色的。哦，是不是棋子？啊！别低头看呀。不是的，好讨厌，是烧焦的痕迹。丸子。爷爷，你振作一点。那个。啊，不行啊，不要看呐。爷爷，你怎么了？啊，好痛。不好意思啊，丸子。爷爷，你打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再也不理爷爷了。爷爷，你这个笨蛋。丸子啊，不是这样的。丸子。我先回去了。啊！都怪我带铜锣烧去，又做错事了。是不小心打到的，原谅爷爷吧。才不要呢！待会儿爷爷的铜锣烧也给你吃。真的？那真
不好意思。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呀？无聊透顶，你们真是的。吵架的原因肯定又是因为你们太无聊了吧？说是因为榻榻米上的胶痕。爷爷还想方设法要把它遮住呢。榻榻米上的胶痕，老头子是你弄的吗？老太婆，你吃不吃铜锣烧？哼，我可不会被那些东西糊弄住。对不起。哎，说起来，中野先生是来干什么的呀？对呀，他来我们家是干什么呢？不用在意，他是专门来送铜锣烧的。哦，说得对，说得对，中野先生真是个好人呐。嗯，他真是个好人。被卷进这场无聊骚乱的人之中，最可怜的是中野先生，估计他现在还一直在烦恼着。啊，这个，那个，啊。小丸子的儿童节。放假真好啊，我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说是放松，其实只是游手好闲罢了。小丸子，你这孩子又在游手好闲了。你除了游手好闲，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吗？真是的。妈妈，今天就算是堂堂正正的游手好闲也没关系的。啊，堂堂正正的游手好闲？是啊，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是儿童节，那又怎么样？儿童节不就是我的节日吗？啊，既然是我的节日，今天一天就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又说莫名其妙的话。对了，今天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就由我来决定了。少给我自说自话。就这样就这样，难得儿童节嘛。还有今天的点心，我要吃胡叶糕和……好好，胡叶糕已经买好了。我不光要吃胡叶糕，我还要吃粽子。还要吃粽子？算了吧，有胡叶糕吃就行了。不行，粽子我也要吃，两种都要，两种。因为是儿童节，所以我的内分要多一点哦。对了，妈妈，晚饭要吃牛肉汉堡，听到了吗？你不要得寸进尺。切，真是个不讲道理，一点也不温柔的妈妈，有必要那么生气吗？你又做了什么无理的事情了？妈妈的怒吼声在这里都能听到呢。我只是跟她说，难得今天是儿童节，我希望她能全都听我的话，但没想到妈妈她却……不，你应该还说了很多多余的话。虽然说是儿童节，但是我们家里并没有男孩子呀。既然都说了是全体儿童的儿童节，那就不应该分什么男孩啊女孩的，应该要男女平等的嘛。说得好听。总之我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妈妈真是个小气鬼。现在舒服了？结果还是老一套。哎呦，啊，我说这本漫画书你真讨厌，这不是我的书吗？昨天新买的漫画书我还没看过呢。我先帮你试看一下嘛，姐姐。什么先试看呢？总是随便乱动我的东西，真是厚脸皮。我不会再借给你看了。有什么嘛，借给我看看嘛。不要，想看的话就用你自己的零花钱去买好了。讨厌，姐姐真小气。小气就小气。姐姐还真不愧是小气鬼妈妈的孩子，小气的地方也一模一样。你自己不也是妈妈的孩子吗？好吧好吧，我再也不来求你了。如果可以，我也想买新的漫画书，但是啊，零花钱啊，果然是空空如也呀。啊，对了，哎呀，丸子啊，爷爷，那个，今天好像是儿童节对吧，爷爷？今天是5月5号。哦，对了，今天是儿童节。今天是儿童节，小丸子是儿童，所以也是小丸子的节日，对吧？对，今天是小丸子的节日。所以呀，因为是一年一度的小丸子的节日，所以小丸子想要零花钱吗？这样啊，好的，明白了。小丸子的节日是吧？好嘞，零花钱对吧？成功了。哎呀，只有大票面的啦。哦，哦，10,000日元。再怎么说10,000日元作为零花钱。哦，对了，现在我跟妈妈去换成零钱，丸子你稍微等爷爷一下。哎，我会很快的。
妈妈！啊，爷爷，零花钱还是算了吧，我不要了。嗯，为什么呀？如果要去换钱的话，还是算了吧。爷爷，你刚才叫我了吗？还是过来了。小丸子，你说什么过来了？啊，妈妈，你能帮我破一下10000日元的零钱吗？你要换零钱啊？哎，因为是一年一度的丸子的节日，所以想给他点零花钱。没想到我身边只有大票面的了。一年一度的小丸子的节日，那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不是儿童节吗？对吧，丸子？我没说错吧？嗯，原来是这样啊！你这个孩子，真是的，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我的脚麻了，麻了就麻了。本来儿童节就不是可以让你这种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妈妈，我看差不多就可以了吧？不行，要是只随便骂一下的话，小丸子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你给我听好了，之所以会有儿童节，是为了庆祝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可不是一过节就什么都要听孩子的。哦，干嘛？妈妈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妈妈，你说个绕口令试试看。说什么绕口令啊？因为刚才妈妈的嘴巴动得很快，好厉害。你说说看，生麦生米生鸡蛋。生麦生米生生生。看来我是不行啊。你这个孩子。管他什么生麦生米生鸡蛋的，现在你给我好好的听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你妈妈可真是了不起呀、啊。再不从那个危险的房子里逃出来就糟了。不好意思，突然叫你出来。嗯，没关系。啊，猪太郎。嗯，是小樱和小玉啊。不，猪太郎，这是头盔吗？是爸爸帮我做的。不，哎，好帅气呀、啊！现在我要去帮妹妹买红叶糕了。不，为庆祝儿童节。不，是这样啊，真好。再见。不，拜拜。猪太郎看上去好开心呐。嗯。哦，是李鱼奇，好棒啊！哦，能让家里人为自己挂那么漂亮的鲤鱼旗，如果我下辈子做个男孩，好像也不错呀。是吗？我觉得还是当女孩好。咦，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定要是女孩才对，如果变成男孩的话，就不能叫做他们了。小玉。是那样吗？啊，不知道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气？她可真是好烦人呢！啊，对了，我从后门偷偷的溜进去吧，偷偷进入。哎呀，丸子！丸子在那里干什么呢？爷爷奶奶，你们在干什么呢？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晒晒太阳，喝喝茶，散散心。妈妈呢？妈妈好像在厨房做饭吧。你要叫她来吗？不用不用，真是的。要是她在厨房应该就不要紧了。哎呀，这是什么标记啊？啊，这个标记真是令人怀念。这是丸子的标记呀、啊、这个标记是我的。哎呀，丸子不记得了吗？量了身高以后的标记。那时候丸子还很小呢。话说，那还是很多年前的儿童节了呢。接下来是小丸子。哦，我看看，好了。哇！丸子长高了。嗯，我也来帮爷爷量量身高，爸爸。丸子要给我量身高。好嘞，可以了吧？好嘞。哎，好像是这样的。那天也像今天一样，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是啊。我们再来做吧。啊？做什么？留下小丸子的标记呀。那么，轮到我了。就是这里了，好，已经量好了。
哇，量一下才发现我居然已经长这么高了。的确是啊，丸子和姐姐会越长越高的。老头子说的对。那么接下来是爷爷。啊，我？姐姐，让我骑一下脖子吧，我想帮爷爷量。我明白了，来吧。量好了，怎么样？我看看。哎呦，爷爷怎么变矮了？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啊？这也是没办法的，年纪大了，背自然而然就会驼起来的。哦，对了，肯定那时候头发多一点，现在少了那么点高度，就显得矮了。要是还有那么多头发的话，标记应该再会往上面一点。这样啊，你说的对。哎呀，小丸子，已经回来了。手好好洗过了吗？差不多要吃晚饭了。好的。哇，竟然是牛肉汉堡，妈妈！只是块牛肉汉堡而已。谢谢妈妈。看电视，看电视喽。爸爸，不要换频道，马上就有我要看的节目了。你真烦，我也有节目马上要看。怎么这样？今天可是儿童节，爸爸你应该谦让一下孩子。要说谦让孩子的话，我也是爷爷奶奶的孩子，你有什么意见吗？光之也太不像个大人了，爸爸比小丸子还能瞎掰呢。他不愧是我爸爸呀。跟爸爸的歪理比起来，小丸子还差108000里。妈妈用夏橙为我做了特别美味的果酱，好好吃呀。为了感恩回报，母亲节也要让妈妈开心一下。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麻烦又能少花钱呢？爸爸，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橙皮果酱是大人的味道和广志的母亲节，敬请期待哟。